跟住咧到 part B 咯，佢就话咧要我哋去 in 咗呢一个由负一 in 到一啦，啊呢度又漏咗个 dx， 由负一 in 到一，一加 x square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 嘅 ，OK， 咁咧就嗱你要用翻 part A 嘅结果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其实比较直接啲嘅谂法就系、是、over 翻一加三 x square dx，OK、okay?。如果你想要用到 part A 嘅结果嘅话咧，嗱第一步首先咧就系、是。個 boundary 首先要變翻做零先啦，因為你見呢個係負一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可以首先諗翻一步，就係咧究竟呢個係咪 even function？ 因為呢個係 even function， 呢個變咗做零咯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喺上面 check 下啦。如果 f(x) 叫做一加 x square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嘅時候，你會有 f 負 x 咧係等於翻一加負 x 嘅 square over 一加三乘以負 x 嘅 square 啦。咁你執靚啲就係一加 x square over 翻一加三 x 嘅 square， 咁咪就係 f(x) 咯。咁如果 f 負 x 係等於翻 f(x) 嘅話咧，我哋就知道佢係一個 even function， 咁所以就會個 value 咧就會係兩倍 of 由零 in 到一，一加 x square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 啦。咁你見而家咧個 boundary 就轉咗做一樣啦。咁但係我哋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咧，你見到個分子係唔同嘅，依家係。一加 x square 啦，但系 part A 咧係一嚟嘅，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個簡單啲嘅動作，就係、是、你將佢分拆開去做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， 再加翻 x square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 啦，咁你就成功拆開咗佢咯喎，咁然後呢個咧實際上嚟講就係我哋 part A 嘅嗰個餡嚟嘅，咁所以你可以將佢再分拆開去啦，就係兩倍 of 由零 in 到一一 over 三加啊 ，sorry 一加三 x square dx。再加兩倍 of 由零 in 到一 x square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 啦。誒，咁你見到咧前面呢個就 ready 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就 root 三 pi over 九，咁你乘翻兩倍啫。咁但係個問題到後面咯喎，嗱後面咧你要 in 佢嘅時候咧，有冇啲簡單啲嘅方法去 in 咧？都有嘅，因為咧你會見到咧呢度咧其實係個分母係三倍啦，你而家係一倍。你可以無啦啦自己變做三倍嘅，即係你乘大三倍，咁但係唔可以無啦啦自己乘大三倍噶嘛？你呢度無啦啦乘三，前面要除翻三啦，係啦。咁另外你見到咧，其實呢度係佢個分母仲有個加一喺度嘅喎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哋自己加一減一嘅話咧，會發生咗啲咩事咧？都可以一齊睇下嘅。兩倍 of 由零 in 到一，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， 再加。二 over 三倍 of 呢個嘅由零 in 到一三 x square 嗱咁樣寫一加三 x square 再減一 over 一加三 x 嘅 square dx。你肯咁寫嘅時候，有冇發現呢度你可以 group 埋做一類，然後分子分母弱咗變咗做一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就會係兩倍 of 由零 in 到一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， 再加二 over 三 in 由零 in 到一一。減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， 咁你就發現其實幾好計喎，即係咧你由零 in 到一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 啦，再加翻二 over 三 in 由零 in 到一個一啦個 dx， 再減二 over 三 in 由零 in 到一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嘅 dx 喎。咁你會發現，其實呢兩個咪同一嚿嘢嚟嘅，即係只係個 coefficient 唔同嘅啫。咁所以加埋咧，嗱呢個係六 over 三，呢個係二 over 三，所以出嚟係四 over 三倍 of 由零 in 到一一 over 一加三 x square dx， 再加二 over 三 in 由零 in 到一一 dx 咁樣嘅情況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啱啱就計過係 root 三派除九啦，咁所以就係四 over 三。再乘以 root 三 pi over 九，咁隔篱呢个咧就系二 over 三嚟嘅 ，OK， 二 over 三嚟嘅，咁所以个答案咧就会系四 root 三 pi 除廿七，再加二 over 三啦，就系咁，咁呢个就系我哋 part B 嘅答案。你见其实个做法都系同之前嗰啲一样，就系砌翻做 part A， 跟住再利用翻 odd function、even function 嘅特性啦，从而令到我哋就计到个 value 出嚟噶啦，就系咁。